给你吃，给他吃。他们烧的菜太香了，把狗都给搞过来了。刚才我把车开到那里去打水，吓我一跳，那个喇叭广播，我就把车倒出来了。人走到那里有个摄像头，摄像头一叫禁止入内，我赶紧吓了一跳。今天是走运啊，遇到一群做饭的人，他帮我烧饭，他也有炉子，他的炉子没拿出来，他就用我的火直接烧。看一下他们买了什么丰盛的菜。这里的美景太震撼了，我的天哪，不得不让我停下脚步。我先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一眼望下去实在是太壮观了，好爽好爽。我先把正事解决了，不然的话拍不好。哪一个是男厕所？那一个，这个是女的女厕所，不能搞错了啊，搞错了就麻烦了。这个水翼还有水呀，我的天。先 OK 这边还有种菜的，种这里还可以下去，太漂亮了太漂亮了。那里还有一棵杨梅树，有一棵杨梅树。这一棵是，这个是什么树啊？这个叶子是尖的，是罗汉参吗？这个是罗汉参啊。这个上面还有很多卖水果的，上面有很多卖水果的。气象塔，专门播天气预报的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圆球，非常非常的壮观，都起雾了。这个山顶上都起雾了。啊，好漂亮啊！这边旅游的人很多。刚才我在前面看了一辆长城炮，有一个房车，我看一下，到前面看一下。长城炮，帅哥你好。好多人在拍，来，那里有一辆长城炮，有一帐篷房车。这里游玩，这里还有库存的水呀、啊，啊，库存的。这边旅游的人好像很多啊。我刚才在那里做饭，他们围观我，我上来了，然后他们帮我做，他们有菜，他们好多菜，我就过来了，他们在那里烧，帮我烧，我就过来拍一些景点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山顶上非常之漂亮，三连山，看是不是？那里面有人晒被子，有人晒被子在里面。就是门锁了，进不去啊。飞行控制区，那里是飞行控制区，严禁无关车辆人员入内。算了，不要去了。今
今天是走运啊，遇到一群做饭的人，他帮我烧饭，他也有炉子，他的炉子没拿出来，他就用我的火直接烧。看一下他们买了什么丰盛的菜，买了很多啊，今天沾你们的光啊，你们都这么勤劳搞了这么多菜，哇塞，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，算了，他们都不给我说话，不给我说话算了，咱们去看一下风景去。刚才我把车开到那里去打水，吓我一跳，那个喇叭广播，我就把车倒出来了，人走到那里有个摄像头，摄像头一叫禁止入内，我赶紧吓了一跳，然后再拐到这边来，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那个边上那里去打水，打了几壶水，他们在做饭，他们也不知道好像是哪里人了，说话我也听不懂，我也没问，随便他们怎么做，等一下我吃一点就好了。我在这里发现了这么多野果子啊，哎，那种小小的都没红啊，红了我就把它摘了，没有红的，但是好多刺在上面，看这上面全是刺啊，天哪，这个吃起来甜甜的，它如果红了吃起来甜甜的，好像是野山楂吧，这个是不是啊，是不是野山楂，还是我说错了，应该是野山楂，这里面好多好多那个红红的，好多红红的那个山果啊，那个地方来，红红的，这里这么多，这个山果能吃吗？有些人说能吃，我摘一点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能吃的吧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，哇，这个还出血了，算了算了，不冒这个险了，不吃了。这里面的树全是罗汉参，罗汉参好多，都是盆栽的。这里是风景树啊，都是风景罗汉松啊。这里有个柴火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买了多少菜，我的天哪，啊，哎呀，啊，这美女，这美女烧了眼泪，我的盘子给被他们装菜了，这个小碗了，吃饭，哇，他们烧的菜太好吃了，不过这个小碗对我来说好像不够，哇，他们烧的真好吃。这个手艺不错，先放这里，我都把饭吃了，饭吃了再去加饭，嗯，真好吃，给他吃，他们烧的菜太香了，把狗都给搞过来了，嗯，不够怎么办，这一小碗不够，太少了，哎呀，第二碗来了，太香了，
西了。伙计，你没肉了，不好意思，没肉了，不能给你吃了。这个给你吃了，我就饿了。我说这个狗啊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喂它。先把自己吃吧。嗯，好，他们这里有一坨，有一坨这个，来。有饭，你家主人有饭给你吃的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伙计，我找了一些骨头，来，过来，别退呀，我过来给你吃啊。好，放地上，放地上。我的天，来来来来，我走了。看着你吃啊，我看着你吃，伙计。陌生人他不靠近，给他吃的不靠近，要养就养这样的狗。这个狗是图什么狗啊？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认识的？这个狗我不认识，像土狗吗？反正这样的狗很聪明，我感觉又干净，那个毛也不长，就要养这样的狗。长得也漂亮，这个狗真的几下子吃完了。好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真的没了。我都找过来了，把骨头找过来。别跑啊，别跑，我跟你说两句啊。妈，你就这么忘恩负义的，我给你吃的你就不你就跑，别跑。天哪，算了算了算了。